主料：米粉200克，黄瓜100克，瘦肉各100克。辅料：油、葱花、盐、鸡精。料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黄瓜和瘦肉各准备好，锅内水煮沸后加入米粉煮，加入切好的黄瓜煮3分钟左右，加入瘦肉各煮5分钟，加盐调料调味，最后淋入做好的油葱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油葱花不加也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